警方于十二日零时二十分许执行快打勤务中，行经旗津二路时，发现一名骑士高速行驶，且不时紧急刹车。警方遂拘前盘查。盘查过程中，该名夏姓骑士虽戴有 N95 口罩，警方仍在其身上闻到浓浓酒气，便以酒精检测器实施检测，确认有酒精反应后，警方提供杯水供其漱口。休息后，警方施以酒测，酒测值达 0.80 每公升毫克。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。